SHL 杂黑子会马上进行超爆笑的默契大考验，并且累积了1250元奖金，他们还会发生什么有趣的爆笑答案呢？请问Ella， 哎，他现在的体重是多少？哇！我也很重，很重。他怎么这样？连高中还都填不上了。你不能再提示，把挡住。我挡不住，我在那么薄。不要少数点吧。好，那不要选少数点，对。啊！送分了，送分了。没有送分，他不知道。哎，这比了我没有，因为我跟他们聊到这个。他们60多了。你很贱，你该死！六一六二，我记忆中是就是他，所以跟你说你六十几，他很奇怪。好了，一起翻了，一二三三，五一五二五一，你老鼠屎！甜呢！我经常跟他聊说，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变胖，因为我前阵子在运动，然后我想说到底有没有变胖，我就去量了一下，然后才 51.4 这样。我想说我并没有变胖，而且我是在睡觉以前量的，那个时候体重是最重的。51.4其实并没有很最轻的时候，差不多嘛，五一五二中，因为他一直都在这个，对，我一直在那边游走。然后我想说，我壮不壮？有你壮吗？肯定是比我壮的。你不要讲话，毛脸高。哎，你喜欢他吗？哇，这毛弟啊，就跟你说了，不要随便得罪艺人啊，小心被咱们魏延换掉啊。不过他应该舍不得那些水水啊。谁知道？有你55啊，55啊，男人要55成何体统啊？如果真的在一起的话，你换你保护他。谁要刚在扛我出去啊？他还在讲你是瓦斯工人。没有啊，开玩笑的。弟弟不懂事，他自己以后就知道了，他的出路大概也是这样子。是这样。你知道这圈子就这么贱，没事不要触底啊。在那边提醒各位妹妹啊，没事不要触底。你们到现在目前多少？目前625块。啊，这么少哦。625。老宝。好。加油加油！还有，好，还有这种，加油加油，可以了。来啊，一比的是比较猛一点的了，好不好？一比。你觉得 Hebe 觉得这些妹妹当中谁最土？哎，这个不坏啊，很讨厌哎，很讨厌啊。好，要改造，就是整体要改造的，整体。就他现在，我知道，就是他有潜力，可是现在可能还没有被开发。他会更漂亮，应该这样讲，好不好？说话的艺术，他可以更漂亮。陈建州，现在有点埋没。好 ，SHE 就是神，年轻漂亮的天命真女。好，那是另外一个团，不能偷看哦。想要在这边窃窃私语，用一些。等一下，他可以更可爱，更可爱啊！我不知道怎么选的。也是有够可爱的啊！谁敢选？讨厌你！你讲啊，你讲是谁啊？从脸相由心生嘛，看到个性不好也算。个性不好，谁呀？他这么好啊？你就看啊，有一些嘴角红红啊，吃槟榔的习惯。吃槟榔？哇，吃槟榔！吃槟榔！你有看吗？宝丽达 B， 你有看到槟榔？你买要买吗？宝丽达 B。哎，我字不知道有没有写错哈？有写错吗？哦 ，OK。哎，你得罪我啊！